这个上面明确地标注了洞的位置和大致的方向，我建议司藤小姐可以提前去探看一下。你必须得帮我做一件事。毒药。要对付司藤，我们必须做万全的准备。如果他胆子够大，敢冒险行事，他就会知道，我打他那一巴掌，不过是我残存力量的小小伎俩。 如果骗了你，你会生我气吗？当然不会。阿银如果骗我，那也是为我好。司藤，明天是不是特别重要？如果重要的话，那我就不走，我在这儿等着。有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？没有。 其实你从来也帮不上我什么忙。谁？干嘛？救我呀！什么东西？啊！啊！看星星陨落。